Yeah.
希望，因为是老人在国际这个事业上有点竞争，所以也没给压力，也没给压力。第三，谁要公安要通过电话去告你了，告过你给法院所有提出了哈。等等我来哈。我第一那个铁锤子，我他把，我把钱了。出面买七百蚊，个百蚊一张，你唔会买噶，呢条九九，系啊。